其实我和左家欺负三十年啊，每年生日我拢会伫咧心内偷偷许愿，希望有一天我会当伫我阿姨的面头前把祖宗找倒来，甚至乎伊为我伫左家受的三十年的侮辱，让我回失礼。我知影这个愿望无可能实现，但不过我是会抱着希望。我拄仔做有人向你点头的时阵，你真自然不激动。原来你等这句道歉，已经等三十年了。原本我搁动作讲，我可能等袂到这个愿望啊。甚至我认为讲，是不是我想过善啊，所以天公伯啊看袂到我，听袂到我的心愿。啊，不过今仔日你所替我完成这个愿望。其实你是不是天公伯啊派来救我的白袍天使掉吧？你哪知道？我昨暗梦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伙仔人聊，讲我今仔日有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我要去帮助一个善良的小囡仔。那些小囡仔的钱？应该不是我哦，啊，若无应该叫你去帮助一位足水的人。伊无讲足水，伊敢若讲善良。伊有讲水好不？有，我着足水，伊一定有讲水啦。不一定不管安怎啦，我拢爱感谢你这位守护天使。因为有你，今仔日就是我的重生之日，多谢你。既然今仔日是你的重生之日，那呢，当我这个好运天使还搁在的时阵，你敢有啥物期待愿望？啊，唔闷啦！今仔日这个愿望会当实现了，我一定足欢喜啊！人袂用想过贪心，期待愿望就先留咧，较要好运哦，即个用。那呢，我这个好运天使，免费上一个愿望，我希望你会当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这是我这个做医生的习惯哦，会当忍容为你的愿望，会当实现。啊，那呢，我爱看你做这人情诶。这是我好运天使上一辈子的礼物，不是感情。那呢，我请你吃鸡卵糕，算是我对你的感谢。来，这条你。啊，你想大块啦！哎呦，你这么大只，就爱吃这么大块啊！来啦，过来，夹一嘴。啊啊啊！哎哎，你也吃卡巴嗲啦，我请你吃一个。来啦。我得给来喝。我来了，我替你吃啦。我来喝啦。来啦。我拄啊经过一间蛋糕店，我想着讲你订买迄间蛋糕给咱囝食，我本来想要买两份。现在看恁爹食蛋糕啊，我想我应该免买。这间蛋糕阿妈嘛最爱食啦，我有特别要结婚。既然你来啊，就麻烦你替我提阿妈。啊，阿是，我等你把蛋糕食了，咱做伙提来给阿妈好。我等下甲方医师，搁要去水族馆。要去替摩擦，要玩具要够治疗，你也是替我替得起啦。方医师，时间差不多，再来。